获得2023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品质电视剧演员的是，请看大屏幕。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品质电视剧演员倪妮。还没谈好啊？能好好的。白宇。让我们掌声有请倪妮、白宇上台领取荣誉。她又美又飒又娇，凭一身能打的本事，越穷越嚣张。她就是人狠路子野的天选叶流溪。她集粗糙与细腻于一身，张扬与潦倒于一体，实力演绎出隐忍又可靠的沙漠獠牙昌东。他们深入西北沙漠腹地，实地取景拍摄，用演技诠释剧中生死相依的西东夫妇。恭喜年度品质电视剧演员倪妮、白宇。好，二位可以分享一下此刻的心情。我爱你。首先要谢谢腾讯视频能够给我这个荣誉。非常幸运能够遇到叶流溪这个角色，我非常喜欢这个角色，因为我觉得这个角色身上有很多我自己并不具备，但是我非常向往的特别美好的品质。所以我要特别感谢韦宇老师写出一个这么美好的故事，也要感谢我们西出的导演苏兆斌导演，还有林子平导演，还有所有我们西出的小伙伴们，能够把这个美好的故事具象化。也感谢所有喜欢西出玉门、喜欢叶流溪、喜欢昌东、喜欢我们所有的人的小伙伴们，希望你们能够成为你们自己宇宙当中那个有爱的、被爱的、勇敢的、坚韧的那个自我。谢谢。谢谢，谢谢倪妮的分享。谢谢。接下来白宇。倪妮老师想说的很多话都是我想说的，然后感谢腾讯视频，然后感谢导演，感谢我们戏里的五人小分队，还有所有演员，然后谢谢。再次恭喜两位。